中国最大型的除夕特别节目集结了超强艺人还有虚拟分身卡斯，陪大家一起围炉过除夕。由电信业者推出的创新应用科技，只要30秒钟就可以制作出专属的 3D 数位分身，超过了500张主题贴图可以套用，传递独一无二的新年祝福。活动现场更找来了举重女神郭婞淳亲自体验，还有霹雳舞国手孙振大秀后空翻，跟民众玩互动游戏。哦，还可以后空翻哦！哇，好厉害哦！哇塞，这个 Memoji 的世界真的是能所不能哦！翻出数位分身，在荧幕上大秀后空翻。电信业者推出的这款创新应用，只要30秒就能建构你的专属分身。有请青春哦，来移动到我们的分身舱当中。在全国最大型的除夕特别节目上，直接把分身制造舱搬到台上来，举重女神郭婞淳亲自示范，一共500张主题贴图直接套用，跟亲朋好友来拜年。操作非常的简单，呈现出来是非常非常有趣的，然后一秒就变孙振。哦，你也可以跳霹雳舞啦。对，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虚拟世界通通帮你完成。创新应用科技从2022年正式亮相至今，已经累积超过5000人次体验。Yellow 可以耶， Yellow 可以耶， Yellow 帮忙一下。虚实分身卡斯跟民众互动，大玩后空翻。电信业者的总经理跟现场送出超过万元购物金，还准备手机等大奖抽给幸运民众。专属分身登上节目舞台，跟华丽卡斯齐聚一堂，陪伴大家除夕团圆。这台北综合报道。